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熊爱南投，熊爱南岛》。我是今天要带大家走跳南投的李熊。那我们现在位于南投埔里的桃米村。那眼尖的民众有没有发现，我后面有一栋很漂亮城堡？在南投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么漂亮，像在欧洲的城堡，还蛮特别的。听说耗资了5年5亿来打造。然后老板娘跟老板娘夫妇啊，他们就是因为女儿爱吃巧克力，所以打造了这个巧克力城堡。天啊，好想要这种爸妈，我也喜欢吃巧克力耶，真希望可不可以待会进去的时候遇到他们，叫他们一声干爸干妈，收留我这个女儿，也太好了吧。因为爱吃巧克力，就这样盖了5年5亿的巧克力城堡，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宝物，我们带你去瞧瞧看看他有多厉害。哇哦，这也太热闹了吧！嗯，前面有一个正妹哦，我们带大家去看看吧。Hello， 美女，欸、你在看什么啊？这里好像很热闹哎。对啊，我在看我们的光雕秀啊。对对对。哦，你们的光雕秀？对啊，我们的光雕秀。哦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妮娜巧克力的总经理，我是陈慧。哎、欸，干妈，高兴为你服务。干妈，欸、不要讲干妈。我听说这个城堡是花了5亿来盖的，而且是为了女儿做巧克力。那我可以做你的干女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干女儿可以这么漂亮，我也很荣幸。来，干女儿，我带你去看我们家的新做巧克力。好，看你喜欢吃什么，干妈都给你吃。好，你太棒了！哇，我真的很多种。我们有那个客人来啊，他自己不会买他自己的星座，他会买那个情侣对方的星座。那我说为什么你要买对方？就因为我要把它吃掉，吃掉对方。这颗里面是满满的酒的液体哦。它看起来黑黑的，好像看不出什么。然后还有点上面。哦，满满的酒精，很久很久，真的。干杯！干嘛交杯？交杯！交杯！好好好！交杯！交杯！干了。2019年啊，其实我们累积了将近就是世界的巧克力比赛有52面的奖牌，但是其中这一款我一定要特别推荐，因为它是最新啊，就是得到亚洲区的金牌，到世界杯又得金牌的凤梨黄金葡萄干。为什么当时会用凤梨？因为其实巧克力有白巧克力、牛奶巧克力跟黑巧克力很多种。那这一款呢，就是水果干的系列。这个干果系列当中，我们都会选用大概白巧克力啊、牛奶巧克力跟黑巧克力来去做搭配。那其中呢，水果跟白巧克力其实是比较 match 的，因为水果有天然的果酸果香。如果你用黑巧克力比较重的味道，其实会没有办法特别表现出这个凤梨本身的甜味跟酸味，所以因此我们选了一个就是比较不甜的白巧克力，大概可可脂的浓度在36%，然后去拌这个凤梨的水果粉，然后裹在这个就是黄金葡萄干的外层，所以它吃起来其实酸酸甜甜的滋味。我们的干妈去为我们准备，等一下待会要制作世界金牌巧克力。在那之前，我们请了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巧克力的历史。这是从1600年前开始，就是埃及的时代，古埃及的时候吗？是。发现可可果这个，对对对，1528年，阿兹克特他是因为当时战败，所以他必须要就引进可可到皇室去。哦，所以他看到觉得非常喜爱，非常喜爱，非常喜爱，对对对，少女心的感觉，少女心的感觉。那再来就是女皇的时候喽，哎，对，盛传的这样子衣服的事情。是，然后盛传他们宫廷式的喝法是有加辣椒，对，很特别。啊，甜甜的这样子，苦苦的，当时都是100%的可可哦。就是现在喝咖啡，然后有点辣辣的感觉。对对，有加辣椒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味道也是太重口味。是，而且这是盛行在皇宫才有的哦。身为中国文化中华师，是不是康熙？对，康熙。就脸都绿了。对，因为他似乎不太喜欢。康熙其实有茶皇帝之称。哦，对，爱喝茶。很爱喝茶，那可可是怎么？新奇的味道，对。他脸都绿了。因为他喝到很苦的100%。还是他的 face 把他让他戴绿帽了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不是。我们再来，哎，就往下走，巧克力
从液态变成固态了。对，这是荷兰的化学工程师他们设计的，1828年第一个固态的巧克力，可以触控一下。这个是全世界1828年开始哈、哦，有第一个固态，早期都是液态的喝的。对对对。那再来，我们就来看到。哎。英国女皇送给军人的战备品，哦，就变成一种奖励吗？对，它会有振奋、亢奋的概念。哦，但是在那个时期算是贵族在吃的巧克力。是的，没错，没错。就是要很打胜仗才有办法吃到这个。也没有，只是当时比较寒冷，有没有看到？比较寒冷，对。就会比较温暖。对对对，阿姨会振奋他们的心智，这样子，对，亢奋。瑞士莲，瑞士的一个化学工程师哈，他设计那个精炼机。哦，你回来了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的生产线在那里啊。生产线。现在要进的是玉城市，它就是有风把我们身上的落尘都吹掉。好。对，我们进去之后要转哦。好。好，我们两个一起进去。想不想吃？好想，好感动哦！巧克力做好了，辛苦了半天，我们来吃一下吧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金牌巧克力。干杯，干杯，我干杯，再干杯，再来一杯酒。啊，不要不要，要杯酒了，再来了。太棒了！终于成功，我们的金牌巧克力成功，谢谢。